爸爸再问你一次，警察跟消防员，你要当哪一个？小偷。不行，没有小偷这个选项。当警察还是消防员？消防员。呀，又要变消防员啊？小偷。你跟爸爸讲说谁最勇敢？勇敢小偷。不是，不是勇敢小偷。那你再跟爸爸讲一次，你长大想当警察还是当小偷？当小偷。不是，不是。一名警察爸爸问儿子想要当警察还是消防员，没想到小孩竟然说想要当小偷，而且不管问几次都是回答小偷，让爸爸哭笑不得。来，爸爸再问你一次，警察跟消防员，你要当哪一个？不行，没有小偷这个选项。当警车，警车不能当，要开。对了，当警察还是消防员？消防员。呀，又要变消防员了。小偷。你跟爸爸讲说谁最勇敢？勇敢小偷。不是，不是勇敢小偷。你说勇敢警察。勇敢警察。勇敢消防员。你在讲小偷？不，没有勇敢小偷。那你再跟爸爸讲一次，你长大想当警察还是当小偷？